que leur roule la tienne.十二岁的阿伊莎一家生活在距离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市60多公里的布朗科奥村。最近，阿伊莎家门口新修了一条公路，还通了大巴车。曾经十几公里的路程是多么遥远，今天，母亲和阿伊莎也能像城市的居民一样，体验更便捷的交通设施了。这里曾经道路崎岖，雨林密布，交通出行非常不便，物资极度匮乏，本地的作物也很难销售到外面。Avant c'était difficile pour faire les courses, maintenant là ça va. Je quitte Boulanquio à 45 faire le marché. Là j'ai fait le marché, j'ai tout acheté, c'est beau vraiment, c'est beau. La route a changé ma vie.此外，医疗和教育在这个地区也是个难题。长久以来，孩子们上学要步行十几公里，有时天气不好就干脆不去学校了。今天，阿伊莎听父亲说，中国工人们要在村子附近修建一所新学校。这所学校建成后，村里的孩子只需要走1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去上课了。阿伊莎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我们施工那一段呢是非常有名，马永贝原始森林。我记得刚开始开工的时候，我们到工地上去，这个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出去上工地的时候都是戴着那个养蜂的那个面罩，因为如果不戴那个东西呢，出去一咬，然后呢，那个脸上就往外渗水，就是变成一个大包。En fait, au début, c'était vraiment difficile. C'était vraiment difficile parce que quitter Ouattara pour arriver à Brazzaville, surtout en saison de pluie, on pouvait faire une semaine. Et maintenant, avec la construction de la route, c'est en une journée, au moins de 8 heures, vous arrivez à destination. Comment attendre ça, nous avons.Vraiment besoin de plus de travaux sur dans notre pay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même de notre pays. 2008年5月，中钢建交以来两国之间最大的工程，被刚果人誉为“梦想之路”的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项目启动，历时8年，2016年3月全线通车。这条全长536公里的公路，贯穿首都布拉柴维尔和港口城市黑角，穿越刚果8个区、上100个村。中国工人克服物资匮乏、蚊虫肆虐、疾病困扰等极端艰苦的挑战。我们施工都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就跟外界基本是没有通讯联络的，就跟家人呀什么也没有什么联络，所以这个业余的时间。就想家的时候或者想家人的时候呢，就是也没什么好办法。最终一号公路在总统萨苏的见证下顺利通车。公路建成后，中国企业还将在沿途的8个区义务为当地百姓修建学校和诊所。而其中一所学校就建在了阿伊莎的家门口。Le rêve même de la construction de cette route Pointe Noire Brazzaville est très ancien. Le prolongement de cette route de Brazzaville vers l'extrême nord
de notre pays, favorisant donc ainsi la circulation des personnes, des biens, et donc une importance économique, sociale et culturelle immense. 近年来，非洲经济持续增长，一体化进程取得积极进展，非洲机遇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共识。目前，中非合作已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3年实施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核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这极大调动了中国企业赴非洲发展的积极性。今天的非洲充满了生机活力，中非经贸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众多中国企业家到非洲开展经营投资，越来越多的非洲朋友去中国经商工作。当前，中非合作正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运作转型，由一般商品贸易逐渐向产能合作升级，由工程承包为主逐渐向投资建设运营迈进。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入驻，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今年30岁的纳哈拉出生在埃及苏伊士，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个极其有个性的新女性，敢于突破传统。周围很多女性都已结婚生子，而她却一直坚信自己能够选择未来。纳哈拉已经在埃及泰达特区开发公司工作10年了，现在是公司的 CEO。 她的日常工作是负责沟通和接待有意愿入驻的企业以及二期建设施工的推进情况。中埃泰达苏伊士工业园区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是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结合的成果。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埃期间，与塞西总统一起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揭牌。现有入驻企业90多家，吸纳资金10亿美元。لان انا كنت من ضمن الناس اللي مؤمنه ان دايما المناطق الاقتصاديه او المناطق الصناعيه بتبقى من ضمن اسباب نمو اقتصاد الدول، بدليل ان التجربه دي نجحت في الصين، فكان عندي دافع وحافز قوي جدا ان انا لازم اطبق الفكره دي في مصر ونشوف هل هي فعلا.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推出现代化产业新城开发运营，中国管理模式正在走出国门，结合当地实际需求服务于更多国家，带来新的希望。纳哈拉的希望也在实现的路上，她细心编织着自己的未来，还为周围的其他女性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让她们看到世界有多大。从埃及到纳米比亚，穿越南北相隔万里，不同文化孕育出的人们却有着相似的志向。卡里比·普阿西是纳米比亚湖山油矿唯一一位女司机，她每天的工作是将富含天然油的矿石从采矿区运送到矿堆，而这一辆矿车就价值600万美元，
车身自重45吨，卡里比为自己能靠这样一份工作养家而自豪。I am known as Karibi Hukunona. I am 31 years of age. I'm a mother of a 5-year-old son. So here I'm an old truck operator. What I do every day is on my truck. It's more like we go load material. 纳米比亚湖山油矿是迄今中国在非洲规模最大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年设计波采总量1.4亿吨，开采矿石1500万吨，水冶厂设计年处理矿石1500万吨，生产八氧化三油产品6500吨，总产量可满足30万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近30年的天然油需求。这些成品将从这里运送到世界各地，项目达产后可使纳米比亚全国生产总值增加约6%，同时为本地提供了4500个临时建设就业岗位，投产后可提供2000个永久就业岗位，加上连带行业，总计就业岗位达10000个。To the fellow young women out there,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hat we gotta take. It's not really to say it's not based on like it's a men's world, so women are not even allowed. We gotta take the challenge and live up to the name is the gender equality that we want. 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助力推进中国企业在非洲经营发展的步伐，结合非洲本土环境，新的模式，新的理念，层出不穷。而在非的中国老企业也在注入新鲜血液，改变着更多普通人的生活。自从附近的阿尼耶唐联扩建了厂房可以压榨木薯酒精后，附近的村民都开始大量种植木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Je suis cultivateur à Agnier. Je travaille dans un champ de manioc. Auparavant, on ne faisait pas assez le champ de manioc. Maintenant qu'on a vu que la Cento a équipé beaucoup de machines pour la production de l'alcool, nous aussi, on a augmenté nos champs de manioc pour les vendre. Bon, on est très contents parce que ça nous aide à nourrir aussi nos familles.阿科伊要将这些木薯运到离阿西卡村不远的阿尼耶唐联。这是一家1984年由中国援建的糖厂，现在仍然由中国企业开展经营。老板，就这个是吧？糖厂负责人毛石已经在唐联工作了18年。当年24岁的毛石曾是唐联翻译，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如今他已经是唐联的总经理。多哥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结识朋友，发展事业，积攒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们在本地为当地人民创造了大量的这个就业机会。以前阿涅镇它只是个小村庄，只有2000多人。那么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变成阿尼耶省的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是毛石经常会来的一家小酒吧，他喜欢多哥的啤酒，更喜欢多哥人的热情。而这间酒吧的老板龚布朗就是他的员工。龚布朗是唐联的一名库房管理员，曾在中国学习，会说流利的汉语。唐联就像他的家，见证了他从茅草屋搬到水泥房的过程，也让他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这间小酒吧成了同事以及亲朋好友平时的据点。龚布朗平时除了在库房工作外，还会为中国员工和多个员工做翻译工作。以前呢，我没钱，应该是我找工作，我可能去嘛，我要生5个小孩，
每个月对我有工资，他们要读书。如果没有工作呢，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想想，我很好了，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是我在爸爸的家里面，我没有修房子。想想，我要几个房子，我要商店，我要酒吧，越来越好。如今，这家有中国原件的老企业，正在迎来新的转机。有人因此在他乡找到了归属感，有人因此在故乡过上了新生活。他叫费雷迪，每天他都这样步行一个多小时。他掌握着一门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但几乎没有男人会做的技艺——刺绣。It's amazing. You see, this art, some people, it's like a Chinese art. So.I really like it. So this is why I've come here, just for learning, so that I can get the knowledge of this broadly. Sometimes people, they earn money by working. You cannot see how much money will make you like enough. Yeah, you see, that's why every day we work. We work only focus for the knowledge, because you see, if you have the knowledge in your mind, you can do your best,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one. 费雷迪在 C&H 工作的日子里，除了专注于刺绣，他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上司马小梅。 C&H 服装厂总经理马小梅来非洲已有20多年，辗转几个国家后，他2014年来到卢旺达生活。凭借一腔义气和对卢旺达这个国家的感恩，他打算在这里做一番事业。现在 C&H 服装厂在卢旺达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外资企业。马小梅打算今后扩大服装厂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因为卢旺达也毕竟是一个比较内陆的国家，就是运输的成本，还有这边这个运输的时间，在做外贸服装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那我们就将这些问题呢反映给了卢旺达的政府，那卢旺达的政府呢也回复得很快，就说，你们放心，你们所有的问题呢，我们国家都会逐步的帮你们去完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他们政府的支持，我们。也就敢做，这样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也是能够实现这个互利共赢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与都哥阿尼耶唐连里一样 ，C&H 服装厂也在不断扩建升级，厂房2期正在建设当中。马小梅和他的团队也在努力打造一支兼容中非特色的企业。由于这里的很多本地员工都是孤儿，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于是马小梅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为这个月出生的员工们过生日。她希望 C&H 能让每个人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大家能跟她一起经历成长，就像她愿意陪伴这个国家越走越远。Love this country, love Africa. If love Africa, Africa must be loved China. 希望大家能多来非洲看看，这是一个很美丽而且很神奇的地方。The dream of the Algerian is the road, and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realize it is the Chinese. The involvement with the Chines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n this country. Moi, je dirais que
La Chine nous aide beaucoup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notre pays. La coopération, la Chine-Congo, par rapport aux bourses chinoises qu'on part étudier à la Chine et tout. 中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园区等领域已经成为非洲主要的合作伙伴。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方式与世界相处。协作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基本原则。因为协作，中非得以成为永久的伙伴。 协调组切克51，切克51，请讲。协调组下午好，切克51申请 K 区到 F 区。好，切克51，协调组收到。同意从 K 区到 F 区。切克51今天需要出海执行任务，为一艘正在施工作业的挖泥船提供助力。阿比让港是科特迪瓦重要的经济支柱。2015年11月。 中国港湾公司承建的阿比让港口改扩建项目正式开工，但由于泊位紧张，中国施工方为了不影响港区的正常运营，采取了分步移交泊位和水域的措施，最终滚装码头提前17个月完工并移交，由此为科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合作与协调，为此。 项目上专门成立了通航协调组，负责与科方沟通配合，调度施工船舶的进出。Il arrive des moments où le trafic est vraiment dense. Et quand un check demande à sortir ou bien à faire un mouvement, lui demande de patienter. Il arrive des moments où vous pouvez patienter pendant deux heures de temps. Vous ne vous connaissez pas, que vous vous croisez, les débuts sont difficiles, il y a un temps d'adaptation. Mais quand on a commencé à définir des procédures claires de travail avec eux et avec les bureaux de contrôle, les choses se passent très bien.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与非洲各国通力协作是中国在非企业共同的责任。中国港湾公司作为一家中资企业，则担负着更多的使命。 卡里塔运维项目部副局长陈林在工作时，发现三十千伏凯凯二线出现故障，马上叫来组长毛敏慧进行核查。常用0355六开关，它有过滤网不跳闸。你去排查一下线路故障。无人机巡线发现凯凯二线二号杆塔 B 向卷子爆裂一片。 他和同事们共同的目标便是保证每个输变电站正常运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几内亚售电地区基本的生产生活。几内亚位于非洲西海岸，曾经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原因，几内亚全国每天停电次数多达几十次，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情景。 电力的匮乏严重影响了人们基本的生产生活。2015年，由中国三峡集团建设的卡雷塔水电项目正式发电。2016年，在习近平主席和几内亚总统孔代的见证下，三峡集团与几内亚经济与财政部签署了卡雷塔水电站项目股东协议。 Si vous voulez, le barrage de Kalita, quand je suis venu, vous savez, on avait un grand déficit. On n'avait que 110 MW en tout pour le barrage. Grâce au barrage de Kalita, nous avons eu 240 MW.
Ensuite, nous avons le barrage de Cucutamba dans le cadre de l'ENVS, dont nous avons attribué le contrat à Sino Hydro. Il s'agit maintenant de négocier le financement. OK. 卡拉塔项目建成之后，我们对整个的电网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优化，它的稳定性得到了非常可靠的提升。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在卡拉塔项目投产之前，只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现在五星级酒店，至少我所知道的就有三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干净的餐厅，都是以几十家、几十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数量正在逐步的增加。 自2016年起，卡雷塔发电站已持续工作近两年。要保障电站的正常运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刻都不敢懈怠。水利、电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如今，卡雷塔项目已经成为几内亚国家的标志性设施。我手里拿的这个两万吉兰。 这个电站，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上面就是说是卡拉塔的，就是说是那个效果图，是在卡拉塔电站2015年投产之前，几内亚政府为了就是说是表示对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的作用，将整个项目的效果图放到了两万吉兰的货币。 这是阿伊莎在新学校的第一堂课，新校舍、新桌椅，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学校为孩子带来希望，孩子为国家带来希望。 Je m'appelle Baïlamane Aïssa Nez. La route R1 numéro 1 a changé ma vie parce que je me souviens la fois dernière quand j'étais malade. Pour me transporter à Brazzaville, c'est un peu difficile. Ici, on prenait seulement la moto, mais c'est un peu cher, 5000 francs. Maintenant là, avec 2000 francs ou 1000 francs, j'arrive à Brazzaville. Avant, quand il n'y avait pas le goudron, je venais seulement à l'école à pied. Maintenant, tu as un peu de moyens, tu peux prendre le bus pour venir à l'école. Si tu es un peu loin, mais les autres viennent seulement comme ça. Nous, on est proche de l'école. Donc il y a eu un progrès, certes, mais je pense qu'on peut faire mieux. Les entreprises que nous recherchons, nous savons qu'aujourd'hui, il y a d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emplois en Chine qui sont prêts à être délocalisés. Et donc, toutes les entreprises qui peuvent délocaliser leurs emplois au Togo sont toujours les bienvenues. C'est un programme ambitieux, 60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je crois que près de 90% ont déjà été quasiment alloués à différents projets. I am looking forward. That summit. I think Africa is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summit. And Africa, we are cement together at the level of the EU. If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partner with China, I think that will benefit the whole of Africa and it will benefit the Gambia. 中国与非洲这两片古老的土地，正因新的发展需求走到一起。 同心协力，合作共赢，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向新的时代迈进。